大家好，我是七七。出来房车旅行已经一年多了，每天分享我们一家三口的房车生活，感谢大家的支持。喜欢七七的记得给我点赞加关注哦。放后备箱。行，放后面去。买了这么多方便面呢。这个是方便面，这个是面皮。这还有四桶牛奶奶粉。把这些放去后面，然后把这两个放前，放里面去就好了。这个也要放后面啊。对啊，要放。把这个拿出来，把这个割了。去吧，来，来，喝牛奶。好。喝牛奶。给。谢谢，谢谢嘞，谢谢，谢谢，棒棒，乖。这四盒能吃一个月吗？可以的。嗯。哎呀，天哪！哎呀！都塞满了吧？刚刚好。嗯。因为那边还要放椅子什么的嘛。嗯。刚刚好，塞满了。可以了，关了。关上了。看你又吃上了。嗯，刚刚让他给我抱个奶粉，抱一半跑过来就去拿火腿肠去了。都吃一下，我把这些垃圾拿去丢一下啊。啊，里面还有垃圾呢。嗯，等一下。
拿出来我吃。那今天下午我们就准备喝点下午茶。对啊，喝点下午茶。还是拿着我们这个老茶具。老是老点好用。好吧，你坐好。吃苹果吧，妈妈给你削苹果吧。你这个又不吃完吗？我坐这个凳子。85度，这个专门是泡茶的设计。可以了，来。家的朋友们可以买这种，烧腊也方便，泡起来也方便。而且它这里还有个防烫的。烫，要好不？烫。削个苹果给你吃吧，好不好？削个苹果。你给他把小肚拿出来才行。啊，好的。你给他拿出来一下吧。要喝是吧？喝。好，我给你倒。第39次试验开始。吹一下。一个杯就可以了，拿两个杯干啥呀？你好厉害呀！自己倒啊。看我飞得多高。好了。救救人！怎么回事啊？又失败了。干杯。你喝那么快干嘛？好。啊。好了，好了，好了，好了。像模像样的。笑死我了你！哎，这个烫。烫了，这个不能你拿。啊。啊。还喝啊？好了。哎呀，要倒一下。是吧？这个空的给我是吧？啊，你就给空的给我呀！啊，干杯！啊，我都没有啊，问题是。他说你不用喝了。嗨，给空的给我喝干嘛呢，宝宝？倒一杯来给妈妈喝吧。好了。